打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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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做多啲 size step 你入到去中近距離，你都可以咧，其實我個勢係贏嘅陰功，做多啲嗰啲嘢。回我起先，我諗起忍住，忍住，十萬口，再一次，忍住。好，我俾個簡單嘅資訊你，跟住中距離打翻人家咁，手高同佢鬥隻，而家要入到去打翻你前嘅打法，全打擊，捐喎，唔係好似以前咁捐喎，你手唔好跌，捐喎，頭先你捐翻以前啲嘢出嚟，第一拉翻開，又打翻而家，你先得，交替兩種打法，明白。
七十五啊，大佬，我做得七。收放收放。你如果做翻前底線就唔會咁酸，係咪俾人壓翻住？咁啊嘛，好啊，起碼有打空攻打，又唔係亂咁打。起碼做到兩種戰術交替啊！第三下彎做得幾好嘅，不過林尾有少少爆胎。幾好啊，達德，嗯，有啲克制性嘅嘢壓得到啊，係被動啲褪得太多啫，但係封鎖咗人哋嗰啲好靚嗰啲反擊啊，同埋猜距離都猜咗幾次，都有啲避都打到 OK 咯。Thank you.